跳起推手越低杠直高杠，大回环140，刚才是个大回环的360，然后是分反掏，转了一个360接分腿的叶格帕克空翻，登杠弧形回来，团身旋下，上海代表队的张宇角表演结束。他这个上法是个 B 组，如果他把腿就是分腿上的话，就是一个 A， 并腿上要难一些。这是刚才看到的分腿的叶格尔，并腿动作都要比分腿的难度组别高，不管是掏腿类的，还是就是完成飞行类，像并腿的特卡和分腿特卡的区别，以及并腿叶格尔和分腿叶格尔的区别。